业当中啊，存在着一种怪现象，也许是咱们这个养殖户呢，视频呢看多了，或者是这个直播看多了，防范意识有点太强烈了。哎，对于有些的时候，明明可以省下这个养殖成本，哎，却也不敢的那个轻易的节省了。你像国家给免费做这个疫苗啊，有些人也不敢用了，哎，专门用什么高端苗？你试想一下呢？如果说国家免费的疫苗都不好使，打完口蹄疫苗，牛还不耽误发病，养殖户受到了损失后，都到政府部门投诉，你说那个国家的畜牧部门，恐怕早就关门停业了。做这个疫苗啊，主要还是要讲究方法的。第二就是这个外出购牛啊，给牛做应急，明明十几块钱就能解决的应急针呢，让人们给忽悠的，也不敢用了。哎，用什么外国进口的药，一针好几百，结果也不是那个百试百灵，有些严重的也解决不了。你用完这种高端的药啊，也不好使的话，你再用别的药，那有别的药也就根本就不管用了。咱们平时给那个牛啊打针呢、灌药啥的，也要遵循一个原则，就是啥呢？能吃药的解决的，咱们尽量就别打针。能够打小针解决的，尽量咱就别挂吊瓶。哎，用药能解决的，尽量就别做手术。你就本着这个原则，这才能够有利于这牛的健康。第三呢，就是在平时喂牛当中啊，有很多养殖户啊，也是转变了思想，转变了观念，开始注重这个牛的营养平衡了，像人似的，温饱解决了，也开始改变这个膳食结构，什么有营养就吃什么。牛，你看你为什么有些牛有时候会这个舔砖的、吃土啊、吃麻上头的，牛不爱发情啊，有的牛早产呢，或者是产前瘫、产后瘫的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呢，就是由于体内缺少这个矿物质、微量元素。相应的市面上就出现了各种名目繁多的添加剂啊，你一时间这个养殖户们这个都眼花缭乱，不知道用哪种好。听哪个说的都有道理，一包下来呀、啊，都花不少钱，家里弄了一大堆，反正咋的呢，吃不好也吃不坏，好不好使也不知道，宣传广告打的挺亮堂，其实这些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。你什么这个补那个补啊，又是什么钙剂呀、啊，这些基本都是这个由于这个育混料演变出来的，万变不离其宗。然而，这个价钱呢，就是这个，却是这个育混料的几倍，甚至几十倍，钱没少花，有的还不解决问题。养牛虽然不是这个越省钱越好，但是咱们一定要精打细算，尽量这个降低这个养牛成本呢，才能有利可图。不管黑猫白猫，抓住耗子是好猫；不管那个贵药贱药，能治病就是好药。咱们那个不看广告，看疗效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啊，谢谢收看。